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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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啊，各位佛友啊，大家下午好。麻烦你们动一动你们的可爱的小手，按分享到你们的个人的面子书首页，以及分享到其他的各大群组，让更多的人呢有这个机缘呢。听闻到南传佛教的教法，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顺便再等一些佛友进来，因为有时网速的关系，所以有一些佛友的网速会比较慢，所以他们进来的时间会比较慢的。反正都在等，所以我们就按一下哦，分享。好的东西拿来分享，那么呢，我们也是会得到，也会提升我们自己的善业的。由于时代的转变，所以我们也可以借用我们这个手机媒体来做善事。OK。好，来，现在我们要开始 我们今天这个 佛法分享的节目。所以在我们还没有分享之时呢，我们大家先来受持三皈五戒。我希望大家已经把这些经文呢，背起来了。好，我们先来礼敬三宝，诵念三皈五戒，然后呢，我们向三宝祈求宽恕。过后呢，我们来诵念三宝功德水念经和泰国十方三宝圣光护卫经。现在呢，我们大家以一颗虔诚的心，我们来一起诵念礼敬三宝。阿拉汉萨玛萨婆多巴嘎瓦布当帕嘎万当阿毗瓦帝咪
我今起手礼敬佛世尊，也离尘垢的阿罗汉，正等正觉者，世上最尊贵的圣者，礼敬一拜。萨迦多巴嘎瓦达达摩达玛那玛萨阿弥，法为世尊所善说，我今起手礼达摩，礼敬一拜。苏巴迪巴诺巴嘎瓦多萨瓦嘎桑库桑堪那玛阿弥，僧伽为善行已到的世尊之声闻声众，我今起手礼僧伽，礼敬一拜。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桑布达萨，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桑布达萨，南无达萨帕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桑布达萨，礼敬他佛世尊阿罗汉，正等正觉者，不唐萨拉南个恰弥归佛，达曼萨拉南个恰弥归法。桑堪萨拉南个恰弥归身，卢帝安毗不当萨拉南个恰弥再归依佛，卢帝安毗达曼萨拉南个恰弥再归依法，卢帝安毗桑堪萨拉南个恰弥再归依身。达帝安毗不当萨拉南个恰弥归依佛境，达帝安毗达曼萨拉南个恰弥归依法境，达帝安毗桑堪萨拉南个恰弥归依身境，巴那帝巴达维拉玛尼悉迦巴达萨玛迪阿弥。我愿受持菩萨僧戒，阿帝那达那维拉玛尼悉迦巴达萨玛迪阿弥。我愿受持不偷盗戒，嘎咪苏咪叉扎达维拉玛尼悉迦巴达萨玛迪阿弥。我愿受持不邪淫戒，摩萨瓦达。维拉玛尼悉迦巴达萨玛迪阿弥，我愿受持不妄语、二口、两舌和其余戒。苏达咩拉呀玛加巴玛达他那维拉玛尼悉迦巴达萨玛迪阿弥，我愿受持不饮酒和吸毒戒。伊玛尼班迦悉迦巴达尼萨玛迪阿弥，伊玛尼班迦悉迦巴达尼萨玛迪阿弥，伊玛尼班迦悉迦巴达尼萨玛迪阿弥，我愿受持这些五戒。悉地那苏伽帝仰帝，悉地那婆伽三巴达。悉地那帝不顶仰帝，达斯玛悉拉维舍达耶。因戒得生善戒，因戒得获财富，因戒得大涅槃，故应持净戒。萨埵萨埵萨埵。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向三宝祈求宽恕。伽耶那瓦扎耶吉帝那。巴玛的那玛雅嘎达，阿扎央卡玛咪班的，波利班雅达他嘎达。对于佛，我过去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意之所生，一切我今佛前皆忏悔，唯愿加倍，令障消除。礼敬一拜。伽耶那瓦扎耶吉帝那，巴玛的那玛雅嘎达，阿扎央卡玛咪达玛，萨利提伽哈伽利伽。对于法，我过去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意之所生，
一切我经法全皆忏悔，唯愿加倍，令暂消除。礼敬一拜。迦耶那瓦迦耶揭谛那叭嘛帝那玛耶伽耽阿迦耶伽玛咪桑伽苏巴帝巴那哈努达拉。对生前我过去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已之所生。一切我今生前皆忏悔，唯愿加倍，令暂消除。礼敬一拜。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诵念三宝功德随念经和泰国十方三宝圣光护卫经。好，我们一起来念。伊帝比索巴伽瓦阿拉汉萨玛萨婆多比扎扎拉那萨班诺苏伽多罗伽比多阿诺达罗婆利萨达玛萨拉帝萨达帝瓦曼诺萨那婆多巴伽瓦帝。如来是一位尊贵的圣者，阿罗汉、正等正觉者，明行记住，善事世间解，无善事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不但以为但亚瓦底巴那萨拉能给阐弥，我誓愿生生世世皈依佛，直到底证涅槃。那帝弥撒那喃含耶，波陀蜜撒那喃哇喃，耶帝那萨迦瓦吉那诃多蜜迦耶曼伽喃，以我病后其他归处，佛陀是我至善的归处，以这虔诚的真实意，愿我得到幸福与安乐。萨迦多巴伽瓦达达摩三地地哥阿伽利哥耶巴悉哥欧巴那依哥巴扎耽维帝达波明尤伊帝，世尊所善说的法，现前可见，无过失的，请来自看。他引导向内观，为每个知者皆能证知的。达曼耶维当亚瓦底巴南萨勒南给查米，我誓愿生生世世皈依法，直到体证涅槃。那帝弥萨勒南含耶，达摩弥萨勒南瓦当，耶帝那萨迦瓦揭那诃多弥迦耶曼伽喃。以我并无其他归处，法是我至善的归处。以这虔诚的真实意，愿我得到幸福与安乐。苏巴帝巴那巴伽瓦多萨瓦嘎桑可乌苏巴帝巴那巴伽瓦多萨瓦嘎桑可呀呀巴帝巴那巴伽瓦多。萨瓦嘎桑可萨弥吉巴迪巴诺帕伽瓦多萨瓦嘎桑可雅迪达赞达里菩提萨尤伽尼哈他菩提萨布伽拉耶萨帕伽瓦多萨瓦嘎桑可阿呼内哟巴呼内哟。达毗内哟，含迦利伽达尼哟，阿耨达喃布若揭谛罗伽萨帝。世尊的声闻深重，是善行已道，真正行道，真理行道，以即正当行道的，即是双八倍的。世尊之声闻深重，是可供养者。可供奉者，可施予者，可贺长者，为世间无上的福田。三堪以为当亚瓦底巴南萨勒南给阐弥，我誓愿生生世世皈依僧，直到体证涅槃。那帝弥萨勒南含耶。三可弥萨那喃哇喃，
ते ना सा चा वा जे ना हो तो मे चा या मंग लं यी वो बिंग वो ची ता归处生前是我至上的归处以这虔诚的真实以令我得到幸福与安乐。布拉帕拉萨弥布拉布达古那布拉帕拉萨弥布拉达咩当布拉帕拉萨弥布拉桑卡南多卡多卡巴央毗万彩耶萨巴特萨巴娑萨巴诃萨帕派萨帕诃萨尼张来毗万彩耶。萨帕他南萨帕拉旁帕瓦多咪罗堪图苏拉堪图阿伽尼拉萨咪布拉布达古南阿伽尼拉萨咪布拉达咪当阿伽尼拉萨咪布拉桑卡南多卡罗卡巴央毗万彩耶萨巴特萨巴娑萨巴诃萨巴派萨巴诃萨尼张来毗万彩耶萨巴他南萨巴拉旁帕瓦多咪罗堪图苏拉堪图达心拉萨咪布拉布达古南达心拉萨咪布拉达咩当达心拉萨咪布拉桑卡南多卡罗卡巴央毗万彩耶萨巴特萨巴娑萨巴诃萨巴派萨巴诃萨尼张来。毗万彩耶萨帕他南萨帕拉旁帕瓦多咪罗堪图苏拉堪图诃达帝喇萨咪布拉布达古南诃达帝喇萨咪布拉达咩当诃达帝喇萨咪布拉桑卡南卢卡卢卡巴亚毗万彩耶萨巴特萨巴娑萨巴诃萨巴派萨巴诃萨尼张来毗万彩耶萨巴他南萨巴拉旁帕瓦多咪罗堪图苏拉堪图巴金拉萨咪布拉布达古南巴金拉萨咪布拉达咩当巴金拉萨咪布拉桑卡南卢卡卢卡巴亚毗万彩耶萨巴特萨巴娑萨巴诃萨帕派萨帕诃萨尼张来。毗万彩耶萨帕他南萨帕拉旁帕瓦多咪罗堪图苏拉堪图巴雅拉萨咪布拉布达古南巴雅拉萨咪布拉达咩当巴雅拉萨咪布拉桑卡南多卡罗卡巴央毗万彩耶萨巴特萨巴娑萨巴诃萨帕派萨帕诃萨尼张来毗万彩耶萨帕他南萨帕拉旁帕瓦多咪罗堪图苏拉堪图诃多喇萨咪布拉布达古那诃多喇萨咪布拉达咩当诃多喇萨咪布拉桑卡南多卡罗卡巴央
Vivan chaye sabato sabaso sabagro sabapai sabagro sanijangrai. Vivan chaye sabatanan sabalapan. Pavandu mirakantu surakantu. Isang rasamim prabodhagunang isang rasamim pradametang isang rasamim prasangkanang dukkha-dukkhapaya vivañcaye sabbato sabbaso sabbaro sabbapai sabbagro sannicangrai. Vivañcaye sabbadhanang sabbalapang pavandu mirakantu surakantu padavirasamim prabodhagunang padavirasamim pradametang padavirasamim prasangkanang dukkha-dukkhapayang vivañcaye sabbato sabbaso sabbagro sabbapai sabbagro sannicangrai vivañcaye sabbadhanang sabbalapang pavandu mirakantu surakantu Akarasamim prabodhagunang akarasamim pradametang akarasamim prasangkhanang dukkha-dukkhapayang vivañcaye sabbato sabbaso sabbagro sabbapai sabbagro sannicangrai. Vivañcaye sabbadhanang sabbalapang pavandu mirakantu surakantu. 祈愿十方三宝之圣光，保佑我完全脱离一切痛苦、忧悲苦恼、疾病、厄运、危难以及冤亲债主。也保佑我获得一切财富及成就。萨埵萨埵萨埵，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了。好，我们又回来。OK，好，我先在这边再跟大家说声下午好。我的这个对这个电脑的知识还没有很好，所以我还是用古老的方式，没有像其他人用那个 Zoom 啊还是什么啊，我都不会用，所以我只能用自己的这个手机投射出来。OK 啊，今天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佛法，应该暂时我不会再讲关于到我们禅修的问题了，OK？因为我已经连续讲了整两个波了，OK？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一般都是我们南传佛教的最基本的教理了。就是说，我每天晚上我都在讲的，OK，我接下去讲。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在我们这个南传佛教的教法里面呢，我们最注重的是我们的这个身口意行为，OK。所以这个身口意行为呢，它就是让我们呢，在整个生死轮回里面呢，
会得到好的命还是不好的命。所以呢，在南传佛教的教法里面呢，重点就是在我们如何提升我们这个身口意行为的道，这个道德。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解了佛法，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们要提升的不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身口意的道德罢了。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没有听说，所以我们只是一直认为说我们的这个生命是由其他的外在的力量或者是什么什么神来主宰。但是呢，这种的说法呢，不是在我们南传佛教的教典里面有提到的，OK？所以我们在我们南传的佛法里面，哦，这些，我们所造的一切，我们叫做业，OK？我们身口意行为所造出来的，我们叫做业。如果是以简单的说法来说，就是说因果啦，因果报应，OK？因果。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我们最基本所要认识的就是这个因果，OK？没有其他好认识的，所以在所有的三藏里面，我们所看的佛陀，讲来讲去就是讲到关于我们这个业罢了，OK？因为呢，这个业哦，就是代表我们人一生的某些善恶业，或者是临终前的善恶业，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咯，OK？所以我们在我们这个人生里面哦，我们今天我们所得到的。所能得到我们的这个生活上的需要，我们的生活好不好，这个就是因为跟我们过去业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业，种种的业呢，它就会在影响我们，下一生在哪里投生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OK？尤其是南传佛教的这个佛教所讲的就是，重点就是说，目前我们所做的一切行为，身口意行为呢。它就会影响我们的下一生的，OK。所以在北传佛教，我曾经讲过有一句诗句讲得很清楚的，欲知前世果，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就是说，我们过去我们造的什么因，就是看现在我们现在看我们这条命怎样咯。如果我们现在的这条命很好，很舒服。我们生活上都没有问题，就是说我们过去我们有造那个好的业咯，OK。如果我们现在我们的生活很有问题，很痛苦，很贫穷，就是说过去我们就没有造善业，所以现在我们得到的这个果报，所以我们要去承受那个果报，OK。尤其是在这部经叫做《吉祥经》，吉祥经有讲到一句话，就是说。往昔曾修福，此事真吉祥。如果你们有看这部《吉祥经》的话呢，你们就会有念到这一段话，那是佛陀本身讲的。往昔曾修福，此事真吉祥。OK，不被嘎达不尼亚达，不被嘎达不尼亚达，诶当曼嘎拉木达曼不被。不背就是讲过去咯，哦，讲过去，过去嘎达不尼亚达，嘎达就是已经做了，kata 就是已经做了，不尼亚达不尼亚达就是善业，就是说好的业，以我们现在的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功德咯，功德，哦，但是我们功德它可能会有一些限制啦。所以，我们只是说商业比较好，商业它的范围比较广咯，OK。所以，就是因为过去我们有累积好的商业，所以呢，此事真吉祥，诶当曼嘎拉木达曼。所以现在呢，我们得到真吉祥。这个真吉祥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就是什么呢？曼嘎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现在生活很顺利没有问题吃住方面OK 我们四肢具，我们衣食住要，我们没有问题就是我们已经得到这个真吉祥了，就是曼嘎拉，我们已经得到曼嘎拉了。而且呢，这个曼嘎拉呢，也是代表说，我们现在我们的肉体四肢健全，我们六根具足，那我们精神上呢，我们也还 OK 的，没有问题的。所以现在我们都已经得到这个真吉祥了，OK。所以我们还要祈求什么？我们还要祈求什么？对吗？我们现在要，如果我们还要继续。要得到像目前我们这样的生活呢，那么呢，在我们的南传的教法里面呢，
我们还要继续去行善、去修行的，只有通过这样的修行方法、行善方法，那么呢，我们的未来世呢，还是一直很好、一直很好、一直很好的，只要我们有一天还不脱离这个生死轮回、六道轮回的话呢，那么呢，在行善方面、在修行方面呢，我们永远不能停止的。所以，我们很多人应该不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有时候他们做了一件善事，一年做了一件善事，他们已经认为够了，不够的。如果我们有了解到这个南传佛教的教法的话呢，我们永远不能停止的。知道我们到达什么境界呢？我们只有行善修行呢，知道我们证了这个四果罗汉的境界。那个是非常长远的路啦。OK，我们现在什么果位都没有，所以我们这条生死轮回的这条路还很长，还很长哦。所以我们没有一个时间，我们可以说我不去做善事了，我不去修行了，除非我们不相信这些因果业力，我们不相信了，那么我们就可以不用做了。但是我们越了解这个南传的教法以后呢，我们会看咯，我们会就会了解到我们没有一，我们不能停顿的，在修行行善方面真的不能停顿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停顿，可以咯。现在你要去做这个修禅解脱咯，追求解脱，你直接一定要修到四果罗汉，那么你就 OK 了。你说我不用做了，那些圣者哦，他们达修禅修行修到出果的境界了哦，他们还可以说 OK，我暂时可以休息了，因为证了出果境界的那些圣者哦，他们在这个生死轮回里面呢，已经是有一个限制了，所以他们如果他们可以说 relax 一下，可以放松一下，他们不用说很精进再去行善，OK，因为呢，他们的那条生命在这个生死轮回里面呢，最多去世罢了，去世他们就解脱生死轮回了，所以他们可以说可以休息了咯，可以暂停一下可以去走走relax 一下啦。但是我们今天没有。而且那些证了出果，我们不要说二果、三果、四果那些圣者啦，我们只要说出果圣者的境界哦，他们呢那种的善业哦，已经足够他们呢，在这个生死轮回里面哦，去世罢了。那他们不会超过去世，去世呢，他们只是在做人还是在天界，就是天界人间来回去生罢了，去世罢了，所以他们就会解脱了。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到达那个境界的话呢，我们这个生死轮回还很长远，所以我们还看不到它的那个终点，我们这个生死轮回的终点。证了出果的人，他们已经看到了他们的这个生死轮回的终点，去世他们就可以解决。但是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达那个境界，所以我们的这个生死轮回，我们永远看不到它的终点，永远看不到它的终点。所以呢，如果我们不想再继续更长久的在这个生死轮回里面呢，我们唯一的要做的那件善事，我时常讲的就是你要去修禅罢了。这个善事我们不做啦，世间的其他是善事啦，布施持戒念经做其他的善事，我们永远永远做不完的，每一生每一世我们就是要去做的，所以这个就是很辛苦啦。我们自己都有时感觉到哇，不做又像我们了解佛法的人我们不去做善事又感觉又怕怕的嘛，有人家又怕我不做又不可以。要做呢，又要一个好像感觉又一个压力，一个负担在那边了。所以，生死轮回就是这样咯。除非我们不要了解这个佛法咯，所以我们就迷迷糊糊的这样过一生咯。所以来世他怎样就怎样咯。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会往生善道，就是这样。OK，所以这个就是业在控制我们整个生命。之前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那么这个业，它一直会跟着我们到我们临终。最怕就是说，我们将要死的时候，OK，
将要死的时候啊，我们最怕的是说，我们要去哪里的嘛？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来生要去哪里哦，那 OK 啦，我们就不怕啦。所以那些真的出国生者的境界，或者是他们达到初禅的境界，他们不怕死的。他们的来生哦，已经稳定了的，不会在恶道里了。他们已经知道他们去哪里投生了。所以他们呢，可以面对坦然大方的去面对这个死亡的。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到达那个境界，所以那个死亡一来的时候，我们就真的会慌的，那么我们会慌会怕的。现在我们讲说会怕，我们现在讲不怕，那个是骗人的，那个是骗人的。我曾经看过一些文章，写到那些恶人哦，那些大恶人哦，杀人啊，哦，然后呢，他们被判死刑的时候哦。哇，他们那整个人都发抖，尿都出了。我曾经看过一本书，那是开教法师的出版的，他那个《死囚忏悔录》啊，《死囚忏悔录》那本书，很久了，我看了很久了。所以有一些里面有提到那些大恶人哦，当他被知道他被判死刑的时候哦，他整个人啊慌了，你知道吗？会怕的嘛。所以不管你有多么凶恶啦，那个死亡一来的时候哦。我看他也不能顶得住，因为我们不是圣者，我们不是圣者，哦，尤其是那些知道了他造恶了哦，他会得到不好的果报，那个更怕。所以现在我们没有行善呐，我们没有行善呐，OK？那么我们会要面对的，每个人都要走到最后一步的嘛，我们人生一定要走到终点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那个就是问题呀。所以佛陀的教法，他一直要鼓励我们。现在我们有这个好的机缘哦，我们就是要快点去行善，要快点去行善，然后要快点去修行了。OK，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佛陀一直在鼓励我们要一定要行善修行。OK，所以因为在我们这个南传的这个教法里面，尤其是我们南传有一部论叫做《阿毗达摩论》哦，这个《阿毗达摩论》呢，一般上呢，它是比较后期的，原始佛陀时代那个时候呢，佛陀大致上只是讲律跟经义律罢了，哦，Sutta and Vinaya 罢了，是阿毗达摩没有的，阿毗达摩是后期的那些解作啊。但是呢，我们如果深入去看这部阿毗达摩，我们会看到，其实它里面的法哦，也是从经典里面那边抽出来的，只是他们的编排方法不一样。所以不管怎么样，在这部阿毗达摩哦，很多人都没有去研究的啦。我自己本身也没有深入去研究，大概我就有看了一下哦。所以在这部阿毗达摩里面哦，它有说到哦，我们人呐。走到最后要死的时候呢，我们就有那个业相出来，业相就是说我们要死的时候，它有一个相出来给我们看到，给我们看到是什么呢？看到我们过去所造的种种的善恶业那个相出来。所以有时比如说在这个阿毗达摩里面哦，比如说那些杀猪啊、赌夫他们哦。所以他们在他们死的时候，他们一看到他们一直拿刀啊杀那些动物的，哦，杀那些动物的，所以那些打猎的那些啊，他们一看到他们拿那些武器的，所以那个就是业相出来。所以那个就是说，因为我们平时我们的所作所为哦，尤其是呢那个行为已经产生了一个习惯了哦，所以呢那时候呢那个相就会出来的。所以我就时常跟大家说嘛，我们如果平时去布施啊，我们有静坐啊，然后我们有一直有看那个佛像啊，看佛塔的像啊，OK，所以在我们将要临终的时候呢，这种的像它就会浮出来的，如果我们一直去造恶啊，我们一直在跟人家吵架啊，所以我们临死的时候，我们那个像就会出来的，所以好像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哦。我们时常对我们的自己的亲人我们非常的执着，OK，我们对某一个人不管是谁啦，哦，我们在我们的身边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我们会比较执着的，
包括我们的父母啊，还是儿女啊，还是亲戚啊，还是朋友吧，啊，所以如果将要死，我们如果没有修得很好的话，那么到最后，我们将要死的时候，啊，那个相就会出来了的。所以很多时候你会看到那些老人哦，他们将要死的时候哦，他们会时常跟他的亲儿女说啊，还是他旁边的人说啊，他会看到谁，看到谁，看到谁呀、啊，啊，这个就是那个业相出来了。那个就是，危险哦，危险哦。所以我们在做某一个动作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特别用心去做那个动作，那个印象比较深刻的。所以为什么在我们的南传的教法里面呢？我们时常要鼓励那些众生哦，你们在做布施的时候，你们要用心的去做。哦，有时我们在供养那个饭食，因为我们有佛像，然后前面。每次我们午餐的时候，我们有放一个钵，给那些信众来的时候呢，供养这个饭食给佛陀的嘛，这个是一个象征嘛。那个动作也是善行来的，虽然佛陀本身不在了，但是呢，这个是因为一个善行在那边，所以我们的心是清净的。我们在做这个供养的时候，如果我们以很用心哦，在做这个布施哦，所以呢，那个像哦，它会存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的。所以当我们要临终的时候呢，诶，他会就浮出来了，那个香都会浮出来了。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了，相信佛法说啊，我做这个善事是好的，那时候你就会很欢喜，你的心不会颠倒，你的心不会乱，所以最后一刻你就起了那个业相来的时候呢，那么呢，你会看到，诶，你要去的地方是在哪里了？所以最后一个地方是什么？我们去向，最后一个业产生的就是气象，气象的就是说，我们要会看到那个我们要去投身的地方的。这个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到那个境界，那我只是说，在这个《阿毗达摩》这部经里面，我有看到他们这样形容罢了啦。讲到死，大家都没有死过，对不对？所以每个都有每个人的说法，我们也不要去讲谁对谁错啦。反正一个人死了，他不会回来告诉我们的，对吗？啊，只是说现在我们有了解这个啊南传的教法，在这个经典里面只是有提到这样的说法，所以我今天只是跟大家分享咯，OK，只是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将要离开这个人间的时候呢，是什么东西会在我们的心里面产生？OK，最后一念 last minute，我们将要断气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在我们这个阿毗达摩。啊，他就有很明显的，他就会跟我们讲，我们看到那个地方，看到那个地方，所以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南传的经典里面，我也是有看过啦，有看过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般的修行者，他们是拜火教的，哦，所以他们呢每天呢，他们都是看到那个火，他们每天都是看到那个火在那边的，你知道吗？所以他们时常做那些宗教仪式啊，所以每天他们都看火，每一样东西看久了哦，它会在我们的心里的嘛。我不知道你们相信吗？不管什么东西啊，你每天看，每天看，每天看哦，你一关起眼睛哦，你就看到那个像那个景色。然后像他们拜火教的哦，他们就是一直看那个火，一直看那个火，看那个火哦。所以呢，他们在临终的时候哦，他们也是看到火的嘛。在我们的南传有一部经，我忘了啦，是哪一部经？他看到火，他以为是说他会往生善道，因为那个火对他们来拜火教的人以为是善道来的，那么善道他们不知道，原来在佛陀里面，佛陀教法里面，佛陀说这些是拜火教，那时看到火不是往生善道，而直接下地狱的，反而是下地狱的，所以那个就是看到火他就下去了，那个就是去到那个地狱就是满身。那个火炉那边，他就是在那边被火烧了，会被火烧了，啊，就是这样哦。这个就是在我们南传的佛教的说法。所以为什么呢？我们不要时常哦去那些不好的地方啊，我们不要时常去看人家打架啊、赌博啊、喝酒啊，然后我们不要时常去看那些有杀生的地方啊，人家享乐的地方啊。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哦，我们小的时候啊，我父母亲哦不给我们看人家杀动物的，
啊，如果有看到人家杀牛啊，啊杀羊啊，啊，我父母亲不会给我们看的，他说不要看的，啊，他叫我们离开的，啊，不，那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也没有讲，就是说不好，他只是跟我说，跟我们小孩子说不好，不要看，不好啊，就是这样罢了。但自从我了解这个佛法了以后，哦，原来我们在看这些景色的时候，它会印在我们的脑海里，OK，啊。那么呢，如果死的时候呢，它浮现出来就不好啦。尤其是当我们看到人家在造恶的时候啊，看人家打架啊、吵架啊、赌博啊、喝酒啊，看人家做不好的啊，如果我们心里面还很法喜的话，很高兴的话，哇，那个就是危险咯，是吧？那很危险咯。最后一刻的时候啊，哇，我们还拍手啊，什么什么，哇，那个真的是很可怕，那个业真的很可怕。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不要以为哦，我们所做的一切行为没有什么，在我们的八力经典里面说得很清楚了，它有的，我们死的时候它就知道了，所以现在我们还没有到那个死的那个阶段，所以很难跟大家说清楚了，我们只是大约参考参考罢了，OK，所以也不知道要怎样，要不知道要怎样让一个人去啊相信，OK，就是说如果佛法。如果佛法真的是很有了解的话呢，啊，那肯定啦，我们自然会相信啦。OK，尤其是我们如果有禅修，那么我们肯定会相信经典里面佛陀所讲种种的这些善法啊、恶法啊。所以我一直要鼓励大家是说，虽然是说来世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啦，以我们普通的肉眼，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看到的，哦，所以我们就听话一点咯。就乖一点咯，听佛，相信佛陀所讲的咯，不是一直去修行善咯，先去做啦，哦，先去做咯。反正我一直认为，做善事啊，修行，其实也没有亏本的嘛，最少我们这一生哦都没有伤害别人嘛，所以这些也不用说，不会浪费的嘛，没有来世就没有来世，反正都我们这一生我们没有害人啊，哦。我们没有伤害人，OK 了嘛？没有来世不用紧的嘛，对吗？所以我还是先相信比较好咯，先相信了，我们就不会乱做嘛，那么世界就比较平安。所以这些道理哦，这些善恶法善恶业哦，我就跟你说，是佛陀自己觉悟了，他用他的神通看到哦，人就是这样，所以也不是说佛陀拿出来恐吓我们呐、啊，哦，佛陀只是给我们知道罢了。不会说恐吓我们呐、啊、，OK，所以呢，当我们造了种种的业，然后呢，我们将要离开这个世间了，这是每一个人必须要经过的，OK。那么呢，再深入去研究，OK。那么呢，我们在南传的佛教经典里面呢，有一部经叫做《中部》，中部，OK。中部就是马吉玛尼盖亚，OK，所以有一部经叫做《大狮子吼经》，《大狮子吼经》。所以你们如果你们会上网啦、啊，在 Google search 的话啦，你们可以打中部《大狮子吼经》哦，马哈西哈达那苏丹啊，这是巴利文来的马哈西哈达那苏丹。所以在这部经里面呢。佛陀呢有更详细的告诉我们哦，我们死后的时候哦，我们死了啦，是通过什么管道去投生的啊？这部经就讲得更清楚了，所以这部经呢，它是很长的中部经哦，很长的，所以在里面呢，前面后面，它佛陀也是有讲其他的法，但是在中间呢，它又有讲到咯，我们人死后哦，是通过什么管道去投生的？啊，所以今天我就搬出来跟大家讲哦，OK，给大家了解，OK。所以当时佛陀是对这个舍利弗讲的，OK。啊，怎样讲呢？他说啊，舍利弗有此四胎，哪四胎？就是裸生胎、胎生胎、室生胎、化生胎。啊，从这一句话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OK，我们每一个人啊，一离开这个世间的，就是说死了啦。我们一死了以后呢，我们一定会通过这个四个管道其中一道，我们去投生的。OK，所以那第一胎就是卵生咯，卵生。
第二呢就是胎生，第三就是湿生，第五呢就是化生。啊，这个应该是在北传佛教也是应该是有提到啦，如果我没有错的话啦，哦，这种的说法呢，你在其他的宗教里面呢，你不会听到的，OK，不会听到的。你在基督教还是回教还是道教呢，他们没有讲到这种的法的，所以不管是哪一个众生。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只要他在那一道哦死了啦，他就会通过其中一个道去投生的。所以这通过这个四个管道呢，就是看他的业，看他所造的业是什么咯。所以如果他是造恶业的话，哦，他的业不好的话呢，那么呢他就会带他去投生。通过这个卵生，然后呢，他再投生出来，再下一生。所以佛陀在讲舍利弗，什么是卵生胎呢？舍利弗，譬有情破壳而生。舍利弗，此被称为卵生胎。卵生就是通过蛋是吗？蛋呐、啊，给女呀、啊，给女。所以这个比如说有些动物，就好像鹅啊。啊，孔雀啊，鸡啊，蛇啊，鱼啊，蚂蚁啊，这个就是这个畜生道的众生呢，他们都是要通过这个卵生的。其中啊，不是全部畜生啊，还有其他的众生有不同的管道，所以像鹅啊、孔雀啊、鸡啊、蛇啊、鱼啊、蚂蚁啊，这些他们就是要通过那个。软的，就是女啊女，OK，这个就是说我现在我造了恶业，我现在我做人，我造了恶业，OK，那么我死了，如果我去做鹅啊，做孔雀啊，做鸡还是做蛇做鱼，那么我这个出世的精神哦，我就会去那个蛋里面软，去那个软那边，我就在那个卵那边呢，我就要等一段时间，然后慢慢成长啊，我就从那个鸡蛋那边呢破壳而生啊，这个是一个管道出来，OK，清楚了吗？这个是我们佛教讲罢了啊，其他宗教没有讲的，OK，这个是在我们巴利藏里面有讲到的，这个是第一个管道咯，那么第二个管道是说胎生。什么叫胎生呢？所以佛陀就说：“舍利弗，譬有情破子宫而生。舍利弗，此被称为胎生胎，就好像什么人啊、象啊、马啊、牛啊、猪啊、羊啊、鹿啊这些动物，人是通过胎生的。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的造的业比较好一点，OK，比较好的。”我们要做人哦，最基本的这个善行，我们必须要懂到底是什么善行，可以保得住我们这个人生。所以在我们南传佛教有讲到，就是我们这个戒，我们这个五戒，OK。所以如果我们希望说我们来生哦，我们不堕落四恶道的话呢，最基本我们要有这个五戒咯，OK。就是说我们要提升我们的道德，我们不做禅。哦，我们不做禅可以的，但是呢，我们来生不要下四恶道的那个机会还有咯。虽然在其他的经典里面呢，佛陀有说啦，我也是看到很多经典，佛陀有说，如果我们有持五戒呢，那么我们来生呢会往生三道啦，往生三道，就是说不堕二道啦。但是我再深入去看很多经典，然后呢，我也是通过看这个阿毗昙摩，我也有看到说，虽然是说佛陀讲哦，我们有这个五戒，我们可以保得住人生啊，但是我还是认为没有100%，OK，没有100%，OK，因为我们的这个业哦，不只是说我们的身体所造的。
然后我们嘴巴所造的，我们还有意业哦，我们还有意业，那个才是问题，懂吗？最后一刻的时候呢，我们有时也是靠这个意业，所以有一些人哦，他们没有说很深入的再详细去看这个八一藏经典哦，甚至呢还有他们没有去看这个、不了解，没有去研究这个阿毗达摩的话哦，他们一直以为哦，他们只是持了五戒，是180%会往生善道，但是我个人认为啊，这是我个人认为，OK，我认为不是100%咯。只是说，如果我们只是持戒的话呢，我们只是说80%比较高罢了，80%不到100%咯，还有一些80%啊，我们会下二道问咯。这是我从很多经典里面我找到的答案呐、啊。所以有时我们看要研究经典啊，还是我们要听闻佛法，我们不能说只是看某一部经，或者是只是听某一个人讲的。OK，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我自己我不会听一个人讲经的，我不会看只是一部经的，我会一直看一直看这边看那边看，所以我自己有一个结论的。所以今天我就是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你们给你们参考参考罢了。OK，所以要保得住人生。那么呢，如果我们做人的话，我们一定要进胎的，一定要通过这个管道进母胎，然后再等等等等，因缘到了，我们就出生了咯。所以我们没有马上死了，我们就出生做人的，没有的，做人就是要有一个管道的，这是我们佛教讲的啦。OK，只是给你们大家知道咯。所以呢，有时经典要多看呐，各位经典要多看，那么你才会找出它的正确的答案呐。OK，所以我一直说，有时除非我们真的是 OK。我们已经达到初禅了，OK，达到初果了，能 OK 啦。那个100%，100%，我们不堕落，但是我们还没有吗？对吗？我们的污染心还很多吗？啊，你坐禅你就知道了啦。你静坐，你就知道你的污染心有没有？你坐你就知道了咯。你现在跟我讲没有用的吗？对吗？污染心有没有？自己坐禅就自己知道了吗？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现在坐禅呢，我们是看到我们的心是怎样的。我们临终的时候，我们要死的时候，我们也是讲的，所以是不是很危险，对吗？我们现在开始坐禅的话，我们如果烦恼这个烦恼那个，那么如果到临终的时候啊，我们要死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烦恼这个烦恼那个的，啊，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东西来的。所以我们坐禅了，我们就知道嘛，OK，所以给大家知道。所以如果你要保得住人生呢，最基本啊，最基本呢。哦，你五戒你一定要哦，啊，你不坐禅，哦，可以的，可以的，但是没有一个 guarantee 啦，没有一个担保咯，OK，没有一个担保啦。虽然经典说一定会往生善道，但是我个人认为不一定啦，OK，这是我个人认为罢了，给大家参考你可以不接受的，OK。那么呢，如果我们做人了，那么我们造了其他恶业啦。那么肯定我们保不住人生的，OK，我们保不住人生了，哦，那么我们会去做大象咯，做马、做牛、做猪、做羊、做驴咯，就是四肢动物咯，四肢动物咯，啊，做了这些这种的动物哦，那么我们要进胎了，要通过这个胎，我们才能出生的。我们不会说现在死我们就做大象、做马、做牛，没有的，我们还是要进母胎里面，还是等一年，然后我们就出来。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佛陀的这个业力观里面呢，哦，即使我们能做人，我们死了，我们有机会做人，在母胎里面呐，在那个9个月、10个月，应该是九个月、10个月就 OK 了的，对不对？所以在那一段时间哦，也是要看我们自己的业好不好的，OK，也是要牵涉到很多方面的这个业力的。OK，我们进了这个母胎了以后哦，我们也是要看我们自己的业，然后我们也是要看我们的母亲的业的，知道吗？如果两个人的业，我母亲的业好，我们的自己的业好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可以顺顺利利出生咯。OK，如果我们的业好，如果我们自己的业好，刚好我们投生在那个我们的冤亲债主的肚子里面，就比如说现在母亲是我们的冤亲债主嘛，OK。那就完蛋了咯，哦，我们跟我们的母亲结了不好的缘，我们去做她的儿女的话呢，那就比较麻烦了。为什么？
他会把我们弄掉，哦，他们还没有出生，他就把我们打掉了，哦，完了了，有机会做到人，但是没有机会成人，所以我们的另外一个业就开始就看咯，我不知道是什么业，所以很复杂的讲到这个业哦，所以也是给大家一个参考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要去造恶业，不要去得罪人，不要去跟人家结恶缘，就是这样哦，啊。如果我们一直造恶业，跟人家一直结恶缘啊，跟其他动物啊一直结恶缘啊，我们有机会进入他的胎里，那时我们就不能成长了。即使给我们出来做人呐、啊，成功的出生呐、啊，那么我们就每天生活就会被他折磨啊，就是很苦咯。我们在世间上，我们看到很多人，哦，他父母虽然是父母啊，但是一直在虐待他，一直在打他，啊，这个就是他本身的业不好嘛。所以要看我们跟父母亲的那个，尤其是跟我们母亲这个因缘是讲咯，如果不好的话，哦，那个恶缘呐，看是多长时间咯。如果时间长的话，那就很辛苦咯。他会把我们生出来，那么呢，一直折磨我们，一直虐待我们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佛教讲的因果报应就是这样咯。OK，所以这是第二种管道，我们投生私了。我们要通过这个胎进入那个母胎，所以我们就才来出生了。OK，这个是其中一种管道。那么最后第三种的管道，佛陀说，舍利弗，什么是四生胎？啊，舍利弗，毗有情，生于腐夷，或生于腐尸、酸浊池、污水池、沼泽等。啊，舍利弗，此被称为四生胎。啊，这最后一种的是四生胎。是什么要怎么做？你问的问题我也不知道你要问什么。四生胎就是说，就是说我们投生哦，我们去那个地方，它不是经过卵生，也不是经过胎生，它是经过一个地方潮湿的地方，就好像你看我们的粪便哦，现在我们看不到了啊，现在我们都是马桶放了我们就冲。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啊，我记得我以前小的时候。我们大便都是一个桶装住的，我不知道你们啊，那是很多年前啊，五十多年前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哦，我们大便不是像这样的厕所这么方便的，以前我们厕所在外面的，所以我们大便呢就一个桶的，早上有一个安哥哦，他会拿倒粪的，很臭的，啊，那时候我看整个那个桶哦，哇，都是虫。都是从现在，如果我们有机会啦，如果有机会，我们去打开那个粪池哦，啊，里面为什么会有这样多虫啊？那种叫做四生，不是这个台湾的台，不是台生，一个叶一个台，一个叶一个台，OK，不是台湾的台，OK，啊，这个叫做就是有潮湿的地方，不久后你会看到生虫的啊，那个叫做四生，所以这种的众生会在那边投生呢。一般上都是他的业不好的，尤其是都是叫做畜生道，畜生道，OK，还有那些我们的肉啊，我们买回来的肉啊，猪肉啊，牛肉啊，还是羊啊，鱼肉啊，对不对？啊，如果我们不把它放在冰箱哦，我们放在外面啊，一两天后啊，啊，你可以看到它的虫就出来了，啊，这种的叫做四生哦，清楚吗？或者是说我们在草堆里面。在草堆里面啦、啊，尤其是我去爬山的时候啊，没有下雨的时候还 OK 咯，所以很多天呢、啊、没有下雨，很干燥哦，啊，那时候就没有飞虫的，蚊子也没有的。那么如果下雨啊，一直下了一天两天啊，第三天第四天了，哇，那时就很多了，很多那些飞虫啊，然后包括蚂蚁啊，所以那时候如果有下雨天啊，一直下雨天的话呢，我要在山顶啊要静坐就比较难了，因为很多那些飞虫啊。哦，因为那些树叶啊，那些草啊，就潮湿，潮湿了哦，就有一些众生呢，它就会在那边投生，所以你会看到这些飞虫哦，还是一些蚊子这样出来咯，啊，这种的众生它就是潮湿的，我们叫做四生哦，所以它是另外一种管道，另外一种管道投生的，像叫飞蛾啊，蚂啊那些飞虫啊，这些都是通过这个四生的。还有很多啦，哦，这些我们要去树林里面，我们才知道。现在我们好命，我们住在这个城市，我们没有感觉，
啊，去树林里就知道，有时候他们住在树林里面的，哦，他们就是要面对这个问题咯。因为很多那些众生啊，都是没有善业的啦，都会去投身在那种比较偏僻的地方啊，树林啊，森林啊，所以我们投身在那种地方，就是业不好咯。OK，不能做人了嘛。所以那些众生在树林里面，他们的生活很苦的，很苦的。吃方面呢，要找吃很难的。你看蚂蚁，我有时在山顶上，我看一大堆蚂蚁，一直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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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做什么。他们的生命好像没有目标，整堆这样走走走走走，而且不是一只，你知道吗？哇哟，有时下雨天的时候啊，一出来，哇哟，一大堆哦，整排这样走走走，不知道做什么。哦，他们的生命这样，然后我去看看，哦，原来他们全部进去那个洞里面，哇，他们的原来他们住的地方原来是进去那个洞里面，哇，黑暗暗，臭味臭味，所以那个地方哦，我们走进的话，它有那个味道的，很臭的味道的，所以这种的人呢，就是没有善业咯，没有善业的众生，所以很苦的，但是他们得了这个果报就是没办法，OK，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善业呢，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个管道咯，所以看我们做什么咯。所以动物呢，它有三种管道，看我们是做什么管道啊，是做什么业咯。所以我们人呢，就是通过胎生罢了，我们只有一个管道，我们出来投生做人。OK，那么动物呢，它有三种管道。如果做到孔雀啊、鸟啊、蚂蚁，它们就是要通过裸生；如果做四肢动物、比较大只动物，它们就通过胎生。那么呢，四生呢叫飞虫啊，他们就是要在那个有潮湿的地方、有水的地方啊，他们就是要会投生咯。所以你们注意看啊，如果一直下雨啊，为什么会这么多那些飞虫啊，多那么多这个蚊子啊，这种就是因为有了那个因缘嘛，有那个因缘，所以那些恶道的众生呢，他们就去投生在那个地方咯，所以特别多了。OK，所以这种叫做四生啊。OK。所以他们每一道的众生，他们有个人的业，OK。那么最后一种呢，就是什么化身咯，化身。所以佛陀就问跟舍利弗说，啊，舍利弗，什么是化身胎？啊，舍利弗，诸天神堕地狱者，哦，堕恶道者呢，这些呢称为化身。啊，在这边就很明显了咯，做天人啊，善业很好的，啊，他们就化身咯。所以这边做天人呢，他是化身的，他不用通过胎的，OK，也不需要通过卵的，也不需要通过潮湿的，他这边一死，这边出现一个神明了，啊，这是我们南传的说法啦，OK，所以我们的善业多，善业好的话啦，我们这边一断气，那么我们那边就出来了，那个叫做化身，那个是善业好的咯，所以他马上那边就多一个神明出来了，哦，他们马上呢，那天界啊。就多一尊神明的，啊，这个是善业的。那么多地狱啊，阿修罗道啊，恶鬼道啊，啊，这三个恶道哦，他们也是化身的，他们也是化身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南传佛教说法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人这边一死了以后，我们造的恶业哦，我们一马上就下去地狱了，啊，卵生、胎生、四生、化身，对。所以如果我们业不好，哦，我们这边一死，我们马上就去下地狱了，还是去做恶鬼了，还是做这个阿修罗了？我们南传不说，不是没有灵魂的，是那个精神，维亚那、维亚、维亚那去投生。OK，你应该对佛教没有说很理解，所以你还说一直有灵魂存在，但是我们佛教不讲是灵魂。OK，多认、多听、多了解佛法，你慢慢你就知道说佛教没有认同说有灵魂。现在我跟你说没灵魂，因为你还没有说很深了解，所以你很难接受说没有灵魂，OK？所以我们知道佛法，我们看多了，我们就知道是什么啦，OK？啊，所以我们也不要跟你不要说你对还是错啦，OK？因为大家的了解不一样，智慧不一样，所以你要说灵魂也可以哦，都没有问题的。总之是说，我们是要记得，我们每个人是生这个名以色就是 mind and matter 组合的嘛，OK？就是我们称为五蕴，五蕴呢，我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属于色法，另外一部分呢是属于心法，OK？所以两生生啊，这个心法跟色法
合起来叫做一个众生。所以，尤其是我们这个色，我们这色法呢，就是我们肉体咯。肉体没有这个心，没有这个心法呢，这个肉体就不能存在的。就好像说，我们现在看到那些物质咯，物质啊、桌子啊这些没有生命的，所以他们不能动的，他们不能动的，因为他们没有色法嘛，他们没有精神在那边。OK，所以呢，每一个众生哦，在这个生死轮回里面呢，哦，我们这边一死，现在我们得人生嘛，对吧？所以我们两个色法名法有在，OK。所以呢，我们不可以一样东西存在的，单独不能存在的。所以我们现在死了，我们的死了，我们这个色法哦，我们这个心法，我们这个精神，它不能说没有肉体它可以生存的，不能的，它一定要找到另外一具身体，它就可以继续它的下一生的，OK。这个病毒的东西我就不知道啦，你要去问那些科学家啊，还是生物学哦，因为佛教里面都没有讲病毒的嘛，所以我不知道是化身还是什么事，而且我也不知道说现在病毒是众生嘛，我不知道啦，所以很抱歉哦，病毒是现代的东西，经典也没有讲咯，OK，所以我们不谈现代的东西啦，OK，你认为它是一个众生，是一个众生不用紧，所以我们现在是明法跟色法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叫做一个众生。所以，当我们这个寿命了完了的，我们死了，OK，我们的精神呢，我们这个精神呢，它不可以单独生存的，它一定要找一个身体呢，它就可以继续的，OK。所以呢，这个精神呢，它要找那具身体来继续生存呢，就是要看我们这一生所造的业咯。所以我时常跟大家讲嘛，你如果你一直有听我的佛法的话哦。你一直会听到我说，人死其实不是死，只是换身体罢了，只是换身体罢了。啊，我们只是换身体罢了，所以我们没有死，死是我们肉体死，我们这个色身死掉罢了，但是我们的精神没有死，所以我们的精神会去找到另外一具尸体，来继续我们的下一生。那么呢，在我们的南传的经典里面有说到是什么？如果我们是化身的话，我们是化身的，我们做天人啊，啊、哦，我们做阿修罗啊，我们下地狱啊，我们下做恶鬼啊，那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过去的是做过什么业，所以做天人哦，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做天人，然后呢，这下做地狱啊，做恶鬼啊，然后做阿修罗啊，这些三种恶道的众生哦，他们也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在这个恶道里面。在我们经典里面有看到，怎样看到呢？因为呢，佛陀有时他有神通的嘛，OK，所以他会跟这些众生沟通的。不止佛陀，那目犍连本身也是，他有时他利用他的神通啊，他去天界啊，他去拜访那些天人，OK，然后呢，顺便问他们啊，你们造了什么业啊？然后你们为什么会投身在天界？所以那边的天人呢，他们就会跟目犍连说啊，我过去啊做人的时候啊，或者是我做什么善业，所以我现在就得到来天界投生咯，啊，这个就是在我们经典里面有看到啦，OK，所以我只是跟你说，我只是从那边我就看得到啦，那些天人啊，那些阿修罗啊，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在那边投生的，OK，所以这个就是我只是跟大家分享罢了，这是在经典里面有提到的东西，我不是跟大家分享咯，参考罢了嘛，对不对？没有什么的嘛，所以呢，很清楚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死了什么都没有，我们死了什么都不知道，对吗？如果我们做畜生做人，我就不知道啦，因为在经典里面就没有说，那我们死了做人做畜生，我们会知道我们过去是什么啦，但是我们做人哦。我们做人呐、啊，如果我们真的修禅呐、啊，然后我们得了神通啦、啊，那我们就知道咯，那我们就真的看到啦。我们现在都不修行，叫大家做禅，大家都不要做，那么你怎么样会有神通呢？对吗？不修行怎样会得到神通？没有神通你怎么看到你的过去式？然后众生就是这样的吗？爱在一个麦之后。爱在即个，爱在乎嘞，个卖去修行，所以个就是众生的这个不好的习气，什么都要知道，但是叫他去做，他就不要去做了。
是吗？所以你要知道哦，你要很清楚知道啦。OK，在我们南传里面呢，我们有两部经给你去看哦，我只是给你参考啦。OK，另外一部经叫做《天公释》，天公释。OK，那个巴利文叫做 Vimana Vatu，啊，这部经呢专门在讲天人的，在讲天人的，所以呢，你要知道。他们是否知道他们造了什么业？你在这部经里面你就看到喽，他们会讲出来喽。没有啊，没有卡啊，没有卡啊，可能你那边的网速有问题。OK，那么《恶鬼事》这本书，《恶鬼事》哦，这本书哦，他就会讲到恶鬼的东西喽。所以呢，恶鬼也会跟过去造了什么恶业，所以他这一生做恶鬼喽。这两部经，《恶鬼事》跟《天公事》。所以你们自己去参考啦，我也是拿出来跟你们分享罢了。OK，如果你要详细看它里面的内容，你去看这两部经，你就知道我有没有讲错咯。OK，我们讲东西，我们不可以随便讲，都是要有根据的，有经典我才跟大家分享罢了。OK，所以呢，你很多人就是不知道一直以为说我们死了，我们不知道，这个就是很危险哦。我时常遇到一些安弟，他们时常说：“哎呀，死了唔知啦，他们不唔知哦诶，那个就很危险啦。如果他做了恶鬼，他就知道他们属于做过鬼咯。如果他是下地狱啦，他就知道为什么他下地狱咯。所以不可以说我不知道哦。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以凡夫的这个心态哦，去了解这些东西，真的是很难哦，很难哦。”所以，因为我们有看了经典，我们才知道原来是可以知道的咯。哦，有一天下一世，如果你做了天人哦，你就知道为什么你做天人了。OK。不可以的，我们就是一直要行善的，没有行善，没有做好事哦，我们没有功德嘛。我不做好又不坏又有罪嘛？他不是罪，他不是罪，没有罪，但是你没有功德。没有功德，OK，所以为什么在我们佛教讲的是什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嘛，自尽其意，是诸佛教。现在你说你我不做好，我又不坏，你是诸恶不？你只是做到诸恶莫作罢了，你知道吗？你只是做到诸恶莫作罢了，你没有造恶，对，也是对的，但是你没有众善奉行啊？为什么要众善奉行？众善奉行的意思是我们要累积善业啊，我们要累积善业。现在你不去做，你不去做善事啊，你只是在消耗你的福报。就好像我们的银行的钱，我们放了300千，比如说我们放300千，那么呢，你现在你没有去一直去加吗？你只是一直花吗？一直花，一直花。每一天我们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吃啊，我们住啊，我们享受啊。我们其实在消耗我们的这个善业的，知道吗？你没有做好，你没有做坏，但是你一直在消耗你的这个福报，你一直在消耗你的善业的力量，所以你的善业一直加，一直减，一直减，变成我们每个人投生在做人哦，我们是带着善恶业投生的，知道吗？我们一定会有善业有恶业的，OK？现在呢，我们现在 OK，我们的因为过去是我们有修哦，可能我们的善业很好，所以现在呢。不要说我们没有恶业，千万记得不要说我们没有恶业。现在如果我们不去众善奉行哦，我们是在消耗我们的善业，所以我这边是善业，我这边是恶业咯。所以我们一直在消耗善业，一直在消耗善业，一直消，我们没有再当吧吗？没有再当吧。所以呢，善业一消，那么我们恶业来了，那时候我们过去的那个恶业的力量开始超越这个善业，那时候我们就惨了，很惨很惨。如果我们一直在消耗我们这个善业哦，一直消，知道我们可能整辈子我们都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消耗到我们的善业，到我们寿命将要终的时候，那时恶业就来了。所以很多人哦，在临终在将要死的时候哦，他的恶业成熟就是这样哦，他恶业成熟啊。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提婆达多啊，提婆达多佛陀的一个造恶者，跟佛陀对立的佛陀的这个反对党，佛陀的反对党，他害佛陀，他要去杀佛陀，
哦，他没有马上得到果报嘛，因为为什么？他的善业很好嘛，他的善业还很强，所以呢，即使他得罪了佛陀，他要死，把佛陀弄死，那个是已经很重的业，但是他的善业还很好，但是呢，他就是那个业哦，给他带活多很多年很多年，但是呢，因为他的善业慢慢完了，慢慢完了，所以他的这个恶业来，所以他在死将要死的时候哦。还没有死之前，大约整个星期哦，他的恶业来捉他了。啊，很多我即使现在这个社会，我也看很多，平时不做不行善哦，享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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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那个福报一完哦，他的福报一享完哦，开始了他的恶业来了，所以这边病痛，那边病痛了，生活又不好了，啊，又中天色咯，恶业来了吗？恶业来了咯。所以很多人就是不知道，以为哦不行善啊，没有造恶啊，可以，如果是可以的话啊，佛陀也不用讲经叫我们行善喽，各位对吗？佛陀不用讲得这么辛苦，45年一直叫我们行善修行，行善修行，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行善在修行嘛，就是当巴一直当巴当巴我们的善业。我一直讲了嘛，我们做人在这个生死轮回里面，我们有善要善业要功德的，没有善业没有功德，我们很惨的，很惨的，就是因为有善业有功德，我们才生活才很好，那么我们来生就不会往生恶道。那些会往生恶道的，为什么？就是在生的时候他没有行善，没有修行，所以他没有那个善业，会下恶道的那些众生哦。去恶道投生的那个就是没有善业，所以他们才会下恶道。所以我们了解佛法，我们才知道为什么行善这么重要。如果不行善，我出家来做么？我为什么要出家？出家我就要累积我的善业嘛，那我就可以在未来世很多事我可以没有这么苦吗？为什么我要？为什么我要修解脱道？为什么这个善业？为什么我要去做？我不要做，我可以解脱吗？如果我不要修这个内观禅，我不要修禅呐，我不要去做这个禅修的善业啦，我可以解脱吗？有罪吗？是没有罪，但是不能解脱。每一个善事啊，每一个善行，我们不去做是没有罪的，听懂吗？没有罪的。只是说我们没有那个本钱，没有本钱去行善啊，没有本钱得到好的生活，在善道投生，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很多以为我也是遇到很多以前我父母亲他们也是啊，以前我住在新村，我也是遇到那些安弟他们也是讲嘛，哎呀，狼啊，无去害狼啊，无杀狼帮会 OK 了诶。OK 了喂，不杀人放火啊，我们做人 OK 了的，他们讲 OK 了的，所以善事不做的，他们布施啊没有的，但是他们不知道，他每天都在犯五戒嘞，他们不知道哎，我们尤其是我们住在新村的哦，没有佛法的嘞，我们以为不杀人放火不害人就已经 OK 了，知道吗？以为是不造恶，其实我们每天都在造恶嘞。虽然我们造恶不是对人呐、啊，但是我们对那些畜生呢，对那些飞虫呢，对不对？杀生每个人都杀的，在甘榜里面的那新村里面，没有闻佛法的人，全部都有杀生的，没有人不会杀生的，除非我们有听到闻佛法，我们才会停止杀生罢了。哪一个不杀生的？如果没有听到佛法，全部都杀生了。不是杀人呐、啊，我讲的不是杀人呐、啊，杀飞虫啊，杀动物啊。我们甘榜的人呐、啊，新村的人，我们都是会打蛇的。我们晚上看到那个什么，那个醒堂叫什么了？那个醒堂啊，壁虎，我们把它射死了。那个不叫造恶吗？还有那个蟑螂啊，每一个家甘榜很多的，我们住新村很多这些东西的，因为甘榜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这些蟑螂啊，
壁虎啊、飞虫啊，因为比较树林比较多嘛，哦，所以这些东西我们每个都杀的啦。你去问全村的人不杀生吗？所以我们一直以为我们不杀人不害人就 OK 哦，其实我们每天都造业，偷盗会有多多少少啊，很多那些没有佛法的人啊，你以为他们没有偷吗？有，去巴刹买东西会偷东西，会偷的嘞。以前我们去巴刹买东西，我们也会偷他们的那个大葱啊，不是偷很多啦，偷多一两粒啦。我们会偷的，去买东西的时候，去巴刹买呀、啊，偷他的菜呀、啊，偷他的什么啊？我以前我会偷水果的，因为新村很多那些果树了嘛，我会偷来吃的，像猴子这样去偷来吃，不知道是错，没有造恶，有造恶，那个口业不用讲了喽，对不对？口业啊，新村的人呐、啊，你没有骂人呢？你没有骗人呐、啊？没有骗人，没有恶口骂人呢？啊，还有。恶口啊，不是骗，没有挑拨离间咩？没有讲人是非咩？没有讲歧义咩？啊，乱乱讲话没有咩？有，每个人都会有的。没有佛法的人都会有佛法，有些有佛法，他们都会犯这个口业啦。不要说到那些没有佛法的人，那些新村里面的人完全没有佛法的，他们不会犯口业咩？犯最多的嘞，什么话都讲的。所以我们说那些人哦，在有些你去巴萨看那些安迪他们的那个口也很厉害的，乱传乱讲话的。最近那个新冠肺炎的问题，很多乱传的，这边听那边讲，那边听这边听那边传的，不管他是真是假，他就这样讲了，一直讲的，那个没有放口业啊，也是放口业的吗？那喝酒谁不喝酒的？没有佛法的人不喝酒咩？我喝最多的，我以前没有佛法，谁不喝酒的？我被朋友笑诶，我不喝酒。以前我没有佛法的时候，啊，我不喝酒，我的朋友会笑我啊，这不是打波惊哎呀。他说我不是男人来的，又被他气到，我不是喝咯，不会造恶，那个不是恶吗？所以你说你不要行善，你不要行善呐、啊。每天我们都在造恶，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闻佛法，哇，真的很幸运，很幸运喽。还有很多佛教徒哦，进了佛门都不喜欢去闻法，造了这么多恶，多么可惜。那最近哦，我有佛友给我反应吗？一直以来不闻法的。进去佛教，去佛教道士啊，佛教士去做义工啊，做什么什么什么，不闻法的。还好这个行动管制令帮助到他乖乖听法听了，哇，他自己发觉到，哇，他做了很多恶嘞，犯了很多不好的业呢，他会怕嘞。现在听到佛法了，哎呦，我本地，我怎么办呢、啊？我造了这么恶，我不知道哎，不知道为什么会不知道？卖听经咯，又回没有干内固啊？进佛门进了这么多年了、啊，法都不要听啊，去了佛寺都造恶嘞。现在听到佛法了咯，听我的课讲咯，啊，才知道过去造了这么多恶业，怎么办啦、啊？没办法啦，恶业造了就没有办法了的。等啊，看他因缘有没有来捉你咯。现在怎么办？停止啦，stop 了。不要再造了，不要再造了就 OK 了，不是，卖座就 OK，不是，要多行善，还要行善，爱批波西，爱修改，要受戒，要念经，要闻法，要做禅了，啊，要去行善，为什么？去增加你的这个善业，我们的这个恶业造了，不用怕了，我也是造很多恶业吗？我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我造更多业。我一天打蚊子最少有100只的。以前我小的时候，我父母亲是割塑胶的，割塑胶的，你知道啦，去塑胶园蚊子一大堆的。你们应该没有这样的经验。我父母亲是割塑胶的，我小的时候很小，我就要去帮他们了，去塑胶园帮他们收收那个胶石了。那个蚊子在我的头上飞，我一啪下去哦，哇，我的手啊，几十只的嘞，
而且还打得很爽嘞，哇，很高兴的嘞，还一直压嘞，每天呢，你想看几百只的，我杀生不够多啊，有谁比我多的？所以我就是，我现在就是听了佛法，我才知道我过去造了这么多业，还好我早闻到佛法呢，我早闻到佛法，所以我说，嗯，早闻到啊，真的是我们真的是。很幸运，很幸运喽！就是因为听闻到佛法哦，才知道啊，我们造的这个业啊，所以我们马上我们就停止造恶，继续造这个恶业啊。所以是不是很荣幸？你一直到不对了，你是停止了，你就没有那个恶业了喽，是不是？所以学了佛，不要闻佛法，不要学来做什么？造恶业呢？造很多次道场造恶业，听了佛法才知道嘞。没有办法了的，现在只有你就是说众生奉行了，众生奉行了，没有办法了，就是要尽量说提升你这个善的业力，提升你的功德，那个过去的那个造了那个恶没有办法了的，就等，他不来捉你，算你好命喽，算你幸运了。很多恶业我们造了，我们不知道，闻不了法才知道，所以早闻到佛法是不是很好？所以你们应该算要感恩这个新冠肺炎爆发，你们才有时间乖乖听我哇、啊！今天190多，这么多人乖乖听我讲。平时如果开播没有人看的，就如果不是这个行动管制令，你们会听闻佛法吗？不会。所以就是说，千万要记得哦，不止不造恶，还要行善呢，还要行善呢，诸众善奉行。这是所有佛陀所讲的道理，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罢了。所有的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也是讲同样的东西，在我们的这个法句经里面也是有讲到。有一天，阿难陀问佛陀：“世尊呐、啊，你现在所说的法，跟过去佛、跟未来佛是讲的一样的吗？”他有问佛陀。所以世尊就跟阿难陀讲，阿难，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是诸就是诸就是所有，诸佛教就是诸佛教是所有佛陀的教导，他的意思是说，是诸佛教是所有佛陀的教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很多其他的那些宗教我所认识的啦，OK，没有讲到这些道理的行善呐、啊，就是叫我们去拜拜罢了。我以前我走过了这条路，各位，你要讲到拜神呐、啊，走这条神庙啊，我已经走过了这条路。我以前呐、啊，我没有学佛的时候，我在家人的时候啊，我初一十五我不做工的。我不做工的，我跑神庙的，什么神我都接触过了的，九王爷我也是参加的，我不做工的，九王爷10天我不去做工，我去吃斋的，什么神我都是接近过，我都跟神，啊，谈过天了的，但是呢，他们没有教到我要怎样收这个五戒嘞，连五戒他们都没有教我嘞，你说看他们的智慧到哪里？照理他们应该要教导我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哦，守口德不喝酒，没有诶，他们没有教我这些五戒嘞，所以即使我跑神庙跑了很多年呐、啊，接触什么神我都接触过了的，九王爷也是在我旁边的，每天我都接触他的，他没有教我受五戒的嘞，可想而知啦，那种宗教啊，只是叫我们拜啊拜了咯，我没有看到好，到最后我接触到佛教，我才知道啊，哇，不是这么简单的，还有东西要我们去做的嘞，要提升我们道德，要提升我们的福业，要提升我们的定，要提升我们的慧，这个啦，我才知道佛教这么好。而且佛教我看那、啊、看来看去啦，都没有迷信的东西啊，完全没有迷信的，是很理智、很有智慧的一个教导来的，它也不是属于宗教来的。每一个人去遵守啦，你会得到他的利益的，就好像戒啦，戒是属于那些道德，是属于哪一个人的？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杀生啊、偷盗这个五戒，不是属于佛教徒的。每一个人去遵守，他就得到利益了的，得到吉祥了的，得到平安了的。
你看那些就是没有相信佛陀的这个五戒的功德，所以去造恶。你看，全部都是进监牢，进去监牢了咯，全部进监牢的。为什么会进监牢？就是没有这个五戒罢了吗？为什么他们会进监牢？就是没有人教导他们，每一个都有宗教信仰的嘞。你不信，你去监牢里面，你去问那些囚犯，看他们全部有宗教信仰吗？全部都有的。但为什么他们会犯这些五戒？就是可能他宗教他没有教导咯，或者是说宗教有教导，他就没有去研究，他就没有去了解咯。所以有宗教好像没有宗教咯，对吗？所以不是在监牢过日子啦，对不对？像我们乖吗？我们乖，我们不出去啊，我们遵守法律啊，我们不是 OK 咯？现在平安咯，没有得肺炎咯。那些啊不听话的跑出去啦，不是得肺炎啦，不是没有得肺炎，不是被警察抓去坐监牢啊，被罚款喽，那不乖啦，他们不乖吗？所以好的东西我们要去接受它，尤其是不管我们不要说我们佛教的这个戒律啦，我们国家的法律也是，我们去接受它，遵守它，我们不是平安喽，对吗？一般上这些法律啊。我们佛教的戒律啊，它是要我们好的，它不是要我们坏的。我们遵守不是平安哦，还拜什么神？都不用拜神了吗？我们拜神啊，我以前就是不拜，我以前就喜欢拜神，但是我没有戒律的，哪里会平安？没有平安呢。所以我现在我神什么神我都没有拜，我不是不信，我们佛教相信有神。但是我不需要去拜他了，我不需要去祈求他了。我只是遵守我们国家法律，遵守我们佛教的戒律，那我不是平安了咯？不是平安了，我不是有那个功德咯？有功德，我生活不是很好过咯？不是很好过咯？平平安安这样，顺顺利利这样，那个就是功德吗？这是来自哪里？这个是来自我的善行吗？所以如果我只是不。如果我只是不去造恶啦，如果我没有行善，我今天谁来养我？谁来拿饭给我吃？安迪他们，我没有做事情，我没有修行，安迪会拿饭给我吃咩？我跟他就没有关系，对吗？我跟很多安迪他们都没有什么关系的，但为什么他们会拿饭给我吃？会照顾我，会支持我修行？因为我有行善吗？我有遵守戒律吗？我有弘法，我有做好事给社会吗？所以他们就来支持我咯。如果你没有做，你才来穿袈裟看，你穿袈裟，你不要遵守戒律看，看你有饭吃吗？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累积的功德，所以我们今天才看到，真的是行善，真的是有它的那个果报的，不用等到我死，我看到我现在都看到了了，我现在都看到我的这个，我因为我有修行，我有守戒律，我有弘法，我都看到了咯。我现在的生活多么好过，人家都烦恼这个烦恼那个，我现在都不用烦恼，我不用出去了，现在我都不用出去托钵，安弟他们自己会拿过来，我就等开着门等他们来。有那种生活你哪里找哦？你开着门，你没有功德，你开着门谁拿饭给你吃？如果你没有修行啊，你没有这个善业了，你试试看，你开着门看有人来吗？这个是我活生生的一个例子，给大家知道，行善真的是有它的果报的，不然今天我就没有饭吃了。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你们一定要做的，不是说哇不做就可以的。我一直以来，我一直跟信徒说，你们呢，不要做善事呢，不要做善事呢，也是有果报的。那么你可以不做善事的，但是你也是有果报的。你有什么果报呢？就是你不会得到好的生活咯，你以后你会投身在不好的地方。那比如说，我就讲了乞丐就好了 你不布施，OK？你不要布施吗？对吗？可以的，你可以不要布施的，没有罪的，没有罪，放过你放心，没有罪的。但是你也是会有果报的，什么果报？你做乞丐罢了吗？做乞丐罢了，是不是？做乞丐罢了吗？那些做乞丐为什么会这样苦？就是没有众福吗？我们不要说佛教的说法啦，其他的一般上的宗教也是说要修福的吗？
一般以前我住在那个甘榜安弟，他们也会跟我说"爱敬佛，爱敬佛，爱波，爱敬佛"。他们不说布施，爱去敬佛，就是说你要去布施意思啦。为什么要敬佛？就是有福报吗？所以我说你不要做善事可以的，你会有另外一个果报的。那像我就最好的一个例子，我再跟大家讲，哇，时间真的是好快哦。OK，现在我就在跟大家说，OK，你们可以不要做禅的。路郎也塞麦解贤呢，你可以不用静坐，不用禅修的，可以的，可以的，没有罪过的。但是你的心永远不能得到定，你的果报是什么？你心不能得到定，你的烦恼不能停止，你不能解脱罢了吗？你没有去做这个善行哦，这个禅修这个善行。你的生死继续罢了吗？啊，你的果报就是说你的生死继续罢了吗？你六道轮回没有无了期，就是将罢了。你的果报就是在生死轮回继续罢了，没有错的，没有错的。如果你们没有坐禅，没有错的。那我们不要吗？我们要做这个善业，我们要坐禅吗？啊，我们去做了，诶，我们的果报是什么？诶，我的心可以得到定了，我的烦恼可以得到止息了，我的贪嗔痴可以灭除了，诶，可能我可以解脱咯，解脱生死轮回咯。我有做这个善业吗？所以也是 OK 的啊。你不做，所以佛教没有说你一定要做的。OK，佛教没有强迫说你一定要做的，你不做可以的。但是佛陀会告诉我们，你会另外一个果报罢了，你要去承担它罢了。所以你不要说什么都是有罪没有罪的，入浊就好啦。你有做不是 OK，你没有做也没有罪的，只是你有不同的果报得到罢了嘛。世间上哦，没有一样东西啊是没有果报的嘛，每一个动作哦都是有它的果的，这个道理你要懂。你不做也是有它的果，没有做也是有它的果的，这是佛陀讲的哦，很清楚了。我说为什么他一直要鼓励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什么要众善奉行？佛陀不是讲什么，自己讲自己爽啊，对吗？佛陀不讲爽的，佛陀每一句话他跟我们讲啊，一定有他的定义的，一定有他的意思在那边的，只是我们不去了解罢了吗？所以我们越看佛，越了解佛经，我们越清楚，哇呀，为什么佛陀一定要我们做？一定为什么要众善奉行？为什么要自尽其意？自尽其意就是什么？就是要修行咯，要坐禅呐，要解脱吗？要解脱，你不是要自尽其意咯？要怎样自尽其意？就是通过禅修嘛。因为我们没有通过禅修，我们的污染心还很多，一直控制我们，控制我们，我们不是造业咯？我们没有禅修，我们的戒守得不好的，你知道吗？我们还是会犯戒的。所以为什么我就说你们只是持戒没有禅修也是危险的，境界还没有来罢了，境界来你也是造犯戒的。我看很多，有戒啦，这边念念巴拿第巴达，等一下他忘记了，他就打蚊子了。等一下念摩沙瓦达第四条戒，这边念摩沙瓦达，等一下他去乱讲话了咯，会骗人了咯。看到吗？啊，我看过有一些其他的道场的啦，我不要讲啦。这边念苏拉梅莱呀玛加巴玛达他那维拉玛尼悉卡巴丹萨玛迪亚米，那个第五条戒论念了哦，等一下晚迟一点他就骂不了喽。没有禅修是这样的，控制不到他的那个欲望的，懂吗？那个想喝酒的那个欲望没有戒吗？我们现在有戒，我们念，我们有禅修，我们控制我们不是不犯戒咯，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就是跟大家讲咯，我们现在身口意所造的恶业哦，不管是善是恶呢，只要我们还继续在这个生死轮回呢，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个四个管道，OK，我们就会继续我们的下一生的生命啊，清楚了没有？所以不要以为我们死了没有什么哦，OK，所以没有迷信的，OK，所以没有迷信的，OK，所以呢，看你到造的什么业咯，所以就是跑不掉的，你就是要通过这个四个管道去投生了，OK，所以呢，这边就很明显的，我还会继续讲的那个关于这个我们来生的哦，因为时间也到了，差不多5点了，
啊，我看大家可能等下要煮饭了咯，开始又不耐烦了，OK。所以呢，我再跟大家分享下去啦，我会给你们大家知道啦，我们下一生投生了啦，哦，没有办法改变我们下一生的命运了的，啊，我们不要像其他的啦，其他的宗教还是部派呀，佛教部派思想啦，他们说他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什么法会啊，他们可以超度他们的，在我们原始里面呢，没有办法超度的。那个是他们讲啦，我们也不要去讲啦，哦，所以我会再继续给你们大家更加了解我们六道轮回里面，我们一投生以后，我们会承担什么业，是否有什么人可以跟超度我们，啊，那个我们等下一次讲了，OK？所以今天我就大约跟大家讲了，讲这个基本的这个我们南传的这个教理啦，就是关于我们这个业咯。OK，希望大家多少有一点认识啦，所以，我希望大家说，不要只是不恶啊，诸恶莫作，还要众善奉行，自尽其义，就是这么简单罢了。OK，所以我今天就讲到这边啦。OK，因为时间也到了。OK，现在我们来回向了，你们有什么问题呀？OK，你们可以 message 我的 PM 我。OK。你们现在我一边讲啊，你们一边留言啊，你们的问题呀，我是不会看的啦，因为我怕我去看你的问题，等下我讲的东西又跑去其他地方了，所以我一般上我都不会回答你们的，OK？然后你们的问题呀，你们的留言，等下下播了我会去看的，OK？我一看，现在我们来回向，OK？我转那个镜头，这是古老的方式哦 ，OK？看了啊。看到吗？好，我们来一起念，OK？伊达咪达曼萨瓦南阿萨瓦卡亚瓦罕霍多，以我闻法之功德，使我灭除心中诸烦恼。伊达咪悉啷玛嘎巴拉尼亚那萨巴扎尤霍多，以我受戒之功德，使我获得道果的智慧。伊达咪布娘利巴那沙巴扎尤厄德，以我一切善行之功德，使我证得涅槃得安乐。伊咪那布娘伽咪那玛比巴拉萨玛嘎波萨旦萨玛嘎波厄德亚瓦迪巴那巴迪亚，以我一切善行之行为，令我永远不异于诸人。禅意善知识，直到体证涅槃。伊玛诺布涅帕冈萨巴萨达那尼玛，愿我们所得的功德回向于一切众生。萨比萨达苏毗吽哆，愿一切众生常住于安乐。伊达咪耶帝那呼哆苏毗达吽哆耶帝哟。伊达诺亚帝那呼哆苏毗达吽哆耶帝哟，伊达摩亚帝那呼哆苏毗达吽哆耶帝哟，伊达瓦达扎阿弥萨婆达布娘萨婆达萨比迪瓦萨比萨达萨比布达阿耨多罗三藐萨婆三藐提悉提呀。以此获得既累积的功德，回向于父母亲属、往生亲属、冤亲债主、一切天神、一切众生、一切非尽众生、一切生物，愿他们共同来分享我的功德，愿他们永远欢喜这一切的成就。萨度萨度萨度，啊！现在呢，我们来礼敬三宝、父母和导师。伊玛呀达玛诺。达玛巴帝巴帝呀，不贪不遮咪，礼敬佛陀，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趋向涅槃。礼敬一拜。伊玛呀达玛诺，达玛巴帝巴帝呀，达玛不遮咪，礼敬达摩，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趋向涅槃。礼敬一拜。伊玛呀达玛诺达玛巴帝巴帝呀，萨堪布杰米，
礼敬升起，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趋向涅槃。礼敬一拜。伊玛呀达玛诺达玛巴帝巴帝呀玛达贝多喃不杰弥。礼敬父母，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趋向涅槃。礼敬一拜。伊玛呀达玛诺达玛巴帝巴帝呀阿扎利亚喃不杰弥。礼敬导师，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趋向涅槃。礼敬一拜。啊，接下来呢，曼迪来祝福你们大家啦。OK，所以当我在念这个祝福经文的时候呢，你们大家不要跟着念哦，我只是念这个巴利文，那么呢，你们只能看那个中文就知道我在念什么。OK。Sabbe Dio viva jando sa parogo vina sa domate bhava vandarayo sukhi indika yoga bhava abhiva dana si de sa ni cha vada pachayino cha taro dhamma vadhanti ayo vanno sukhang Bala bhavato sa pamangarang rakhan do sa padevata sa pabhuta no bhavena sada sati bhavanto te bhavato sa pamangarang rakhan do sa padevata sa padama no bhavena sada sati bhavanto te bhavato sa pamangarang Rakhandu sapadevata sapasankhanu bhavena sadasati bhavantote. OK，好了，我要下播了。在此呢，满地在感恩大家。OK，还继续来支持曼迪开播，因为有了你们支持，所以我还有那个心呢、啊。有些佛友呢，他们真的是有 message 给我说要求曼迪几时开播啊，哇，我还要听，所以有时我就过意不去。所以不管怎么样，明天后天我还如果有开播，我这是在下午啦，OK，过了拜五我再看啦。我感觉上现在我们这个行动管制令应该会解开解放了，所以到时我们应该没有这么多时间哦，再跟大家分享佛法，OK。所以在此呢，我再次感恩大家，OK，一直来支持我们，所以我在这边呢也特别祝福大家祈愿三宝保佑大家健康吉祥，好，大家保重。